晚上好，今天好像提早了几秒钟开播，举报失败了。我问了一下，好像说要周一才有人处理这个事儿。今天饭价可以终于不花，昨天掉了呀，195不是掉了5个吗？有瘦一点点。我这20斤瘦，不是，谁他妈20斤？我这个20天瘦的好慢啊！我减肥目标是瘦12斤，然后20多天了，我才瘦了4斤多一点点，感觉就是瘦的特别慢，但是呢，也自己也感觉不太到，感觉好像也不是很伤身体，就是慢一点。我没事，反正你们也不嫌弃我，我就慢慢减。我跟你们讲，我昨天，等一下，这个 BGM 好响啊！这个小黄哥，今天世界睡眠日，晚安，拜拜，不要拦着我，真的吗？今天真的世界睡眠日，我改个标题，世界睡眠日，你还不来睡？3D。世界睡眠日你还不来睡，您所填写的标题可能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世界睡眠日你还不来睡觉，你还不来呼呼。等一下，我改个标题，确定您所填写的标题不符合，是睡眠还是日不符合啊？对的，是睡眠还是日不符合那个？谢谢吃酒的妖怪，还有赞美万机之主斯边的小黄瓜。哦，是世界对吧？嗯，那我就不改标题了。三 D 环绕，突，确定。行了，那就不改标题了，不改了。我跟你们讲，我昨天是前天晚上睡觉。柚子晚上好。新粉是视频看进来的吗？还是直播刚点进来？谢谢叶莫离，我先换个 BGM 嘛，这玩意儿怪吵的。黄哥还那么吵，我跟你们就是我，这是他妈在关门还是在拆门啊？啊！谢谢张明远。这关门还在拆门啊！我他妈人都晕了。谢谢瓜的女粉，我有女粉。我跟你们讲，我昨天又说错了，前天晚上睡觉做了个很恐怖的梦，就是对，这就是主播原声，反正就不太好听就是了。想听好听点的，在这儿忍10分钟，10分钟之后就好听了。10分钟之后我讲话就是这样的。稍微忍一会儿，然后我跟你们讲一下我做的那个噩梦。我早上是哭醒的，就是我梦见了我有一台，谢谢顾仔仔，就是我梦见我有一台小车车，然后我很喜欢，就相当于就是蝙蝠侠有蝙蝠侠战车，那它就是我的黄瓜车，你们懂吗？就是我很喜欢我的小车车，然后。这是底噪，没有。然后后来我梦见我陪我妈妈去我家楼下的那个建设银行去拉个什么单子，然后后来那个建行门口呢就有滑的那个车位，然后我就把车停在那个车位上，我看到一排车停在旁边，哦不是，说错了，它没有滑车位，然后呢但是呢有一排车停在那儿，那我想我也往那边，反正拉个单子也没几分钟嘛，我就往那边一停，然后我就赶紧跟我妈进建行办事儿。后来那个几分钟之后出来，就看到有警察站在那个银行门口，然后银行门口站了很多人，然后我想，哎呦，警察来贴单子了。我看他不是一排车嘛，我车停在靠大概比较后面，我想还没贴到我赶紧把车挪走。结果我过去发现那个位子上是有车，但不是我的车。谢谢顾仔仔。然后呢，后来呢，我就在那边找，那我的车呢？是我记错了吗？因为
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就我车不是停这儿的嘛。后来看到在旁边，我的车正在猫猫碎碎的，就是一点点的在往后挪。然后呢，看到有一个光头，带着两个男的，在开我的车。其那个驾驶位上坐的是一个光头，然后呢，就是手上有这种，就是纹身，就是大哥在那边。就是然后后来我就赶紧过去，他们在倒车出来嘛，我过去敲敲窗户，我说哎，这是我的车，你们怎么在开我的车呢？然后一开始他把玻璃窗摇下来，我就扒在那个玻璃窗边上，我跟他说，我说你们怎么在这开我的车呢？我又不敢问的太响，我就问的比较含蓄，因为他光头加纹身，谢谢小旭。然后喵，后来呢，他后来我就听到他们是讲的是还没到，上次195又掉了5个键，昨天晚上。后来呢，他们就意思说，我听到他们是大致意思了，就说他们是北京人，然后呢，这个车现在归他们了，他们现在就要开走，叫我别逼逼叨叨的了，然后就意思说他们要把车开去北京。然后我当时就，这怎么回事？这是我的车，你们怎么可以就跟我说就你现在不要管了，就我们要开走了。对，然后说完就把那个窗户摇起来，我就很可怜，我就扒在那个不是地黑，你听我说，因为我有家人在北京嘛，可能就因为这个东西联想到北京，而且我以前从贵阳开车开到北京过，就有可能是就因为经常去北京，所以会往那边联想。然后反正意思是说是往那个方向走，就做梦，神他妈地狱黑，就还主播还不能提起地方了是吧？然后后来我就趴在那个窗户上，他就把窗户关起来，我就顺着谢谢流氓叔叔的舰长，谢谢流氓叔叔，我上海人。然后后来我就趴在那个窗户上，就跟他说，哎，你们别走，然后就开始觉得很莫名，你知道吗？他们不理我，我的手都被夹在那个窗户里了。都被夹在那个就是后来硬拔出来的，咻一下一个弯一打，他们就把车开走了。然后呢，后来我就打电话报警啊，我打给警察，然后警察说他们追踪这个需要一点时间，然后我说大概要多久，他们说要看运气，如果他们那个销赃地点说这种情况呢一般是抢车，销赃地点呢一般就是说如果离得很近，比如说半小时就到了，他们销赃的地方会把你的车肢解掉。我觉得这有可能，因为我最近在看万达幻视，对，我脑子里面那警察跟我描述说，他们一般卖车的销赃车的人是把车的每一个部件全都拆开，然后分头卖，他们一旦拆车了就追踪不到了，说所以他们要就是这个要看运气的，主要是看他们能追踪多久，时间够不够。然后我跟警察说，我说听说他们要开去北京，应该要就是20个小时应该要的吧，20个小时那个啊，他说人家说去北京就去北京啊，人家万一销车的地方就在上海呢。然后就说反正我们现在接到您的报案会认真处理的，对，我们会处理的，你就等消息吧。然后我一想这个等消息怎么办，那我就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我说如果我的车这样追不回来的话，我该怎么办，就是那个这个，因为我梦见的是我有了我梦寐以求的小黄瓜车，那个车长得很像那个蝙蝠侠的蝙蝠车，你知道吧，就感觉好像梦里面感觉好像就这个车应该感觉很贵，就是我开不起的那种车，然后我拥有了这个东西，现在又来上海人把它抢走了，我打电话问那个，我说像这样的事情怎么办，然后后来他说保险公司跟我说了一句很牛逼的话，他说保险一般，我说保险一般来讲不是车被偷了会有赔的嘛，他说如果是被偷了是有赔的，但你这个情况你是被抢的，它不属于被偷的。我说那被抢的有没有，他说被抢的细节上面是没有说过被抢的也会赔的，我们保险公司就是被抢的没有这条。我说那什么意思，就是被偷的我车有赔，被抢的我他说所以问一下您当时情况是，我说当时情况三个人当着我的面就把车开走了，他说哦那这个情况属于被抢的
然后我在那边我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然后这还有没有王法了那种感觉。然后后来我说没有没有，我做梦里面梦见我哭着跟他们讲，没有没有，不是被抢的，不是被抢的，其实是被偷的，就是我停在银行门口犯傻，几分钟出来之后就没有了，我的车就不见了。但是我们电话有记录，您刚刚描述的非常清楚，主驾驶的先生是一位，哦，就主驾驶的那个男士是一个光头，当着您的面抢了您的车。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乱说的。谢谢小旭，没有。他说你这个情况就是，不要刷屏啊。45分之前都是这样讲话的，说你这个情况就是没得赔了，那所以就是您还是报警吧。后来我就觉得很不讲道理啊，我就打电话，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那个车的牌子，那车的牌子我都没听说过。我打电话给那个 4S 商，叫什么锐剑。什么欧什么，反正就是一个不知道的牌子，然后感觉名字很高大上。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们的那个 4S 店，我说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有三个人当着我的面抢了我的车，就你们有没有什么追踪系统可以追踪到我的车？我打电话给保险，保险说抢的不给我赔。我打电话给警察，警察说一旦拆卸了就没有，就追不到了，我就只能自己认了。警察建议我找保险。我说现在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该怎么办？我说最主要的是我找你们是因为，为什么我的车停着好好的？为什么我的车停着好好的？三个人就坐进了我的车了，这一定是你们的车有问题。然后他们就说这个的话这样吧，我们其实每一辆车里面都有一个摄像头，我们现在可以打开摄像头看一下车里的情况，但我们只能看到车里的情况。我说好，你先打开看一下，看看能不能给警察提供点线索。然后他们传了一个软件给我，让我打开这里面呢，点开我就能直接看到。我看到三个大汉在我的车里面，谢谢谢谢何必逍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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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舰长，谢谢何必逍遥。后驾的两个人在那边啃鸡腿，吃完的鸡腿还直接扔在车里，手上都是油擦的那个车的那个座椅上。然后主驾驶的人狂踩油门，说要把车开到280码，然后就还在那闯红灯，在我的车里疯狂吃喝，然后把车弄得脏脏的，还要闯红灯，然后我就一直在哭，我就觉得很委屈，我该怎么办？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报警也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我打给 4S 店，他不给我看还好，他给我看了之后，我更绝望了。然后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一直在哭。然后哭了之后醒过来，就发现我的枕头边都是湿的，我还以为流口水了。后来想想不对，是哭的，就做梦梦的很真实。后来，等一下，我43分了，我要换成小声说了。谢谢。后来我醒过来之后，我就问我的舰长群，我说有没有人会做解梦啊？有没有人懂这个东西？一般做梦梦前被人抢劫了，就是有什么说法吗？我还挺相信解梦的。后来他们就跟我说那个，说好像是因为就是压力太大了，大致意思是说工作压力太大，没有地方释放。对，然后要注意一个心理健康。然后你们懂吗？就很真实，这个梦特别真实，就每一个细节都特别真实，我就很绝望。对，我在说我的黄瓜车被抢的事情，不过那个是做梦。好了，换个 BGM。所以这块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如果也做梦梦见这种很憋屈的被抢的事，有可能就是因为工作学习当中压力太大了，就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压力很大，我自己都不知道。舰长群，你看一下那个你的私信。梦是相反的，被抢钱的话，我知道了，就是我懂了，梦都是相反的。我如果梦见我被抢劫了，那说明就是我要抢劫别人了，是这个意思吧？就我马上会，是这个意思吧？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直播间谁让我抢一抢？等一下，有没有人让我抢？左左手可以吗？对，对劲对劲，做梦都是反的，对劲对劲对劲。对，他们说的那个不靠谱，做梦都是反的。我想起来了，就意思说，就是我的梦里梦见我被人抢劫了，我还投诉无门，找谁都没有用。那现实当中就是我要抢劫别人了，而且我还不用担负责任。谢谢一零五，谢谢一零五的检查哦，不是提督。谢谢一零五的提督，我抢到了，抢到了，抢到了，而且不用负法律责任。直播间的人都跑去人家直播间了。
我直播间没有人，他就不能涨人气。然后 PK 又打不赢，人家几百件的几百件，有总督的有总督，有工会的有工会，我打又打不赢，粉丝又都不在我直播间，人气也不涨，人家 PK 几分钟涨几百分，我涨四个分都算多的了，我都怀疑这个东西，就我开它干什么？谢谢罗罗的电视剧。
声音放到当中，大青蛙不能去掉，大青蛙去掉，大青蛙去掉直播间就没了。青蛙后面跟你们讲，就是这一部分后面挡着违规的东西，你知道吗？就对，就是我投一下镜头的这一部分是太违规了，长得太违规了。哎，因为不能录麦克风，麦克风违规，我也不知道规定。年底
谁不想要这样的妹妹啊？谁都想要一个像这样软软的，在自己耳边没事就撒撒娇哥哥。看啊，哥哥，哥哥，哥，哥哥，你怎么了？哥哥，你脸红了。
谢谢，都是家人们。那我撒，我撒，我撒，说撒就撒，都是家人们。我懂了，懂了。OK， OK， 我懂了，懂了。这个不撒，大家都不是家人了，是吧？来来来，撒撒撒，这多难吗？等一下，我带个可爱点的东西。我这样的话，撒娇有加成。技术呗，听声音，听声音，别整这些有的没，别看弹幕，心态会爆炸，千万别看，别看弹幕，谁看弹幕谁是狗。跟枪比，看不到弹幕，看看的是他们，不是你。
些人喜欢在中间的，有人专门就不管什么声音有没有道理，反正在中间最舒服。祝数据线生日快乐。
托我去相亲吗？哦，我知道怎么撒娇了，对，人家只想在这里多陪陪你嘛，就不要让我开 PK 托我去相亲嘛，就好好好。够吃了，等一下，好不好嘛？
直播一次要三四个小时了，希望到时候你还是这么觉得。谢谢谢呀。
还是穿回去吧。背起吧，不会再穿。我那天忘了我自己穿的什么袜子，然后你们不是说人家女主播有黑丝吗？我就说这袜子是还没有吗？我也脱给你们看，然后脱下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懵逼了。那双佩奇袜我是不穿出去的，在家里穿的，就穿出去会射死的。然后以后你们要有什么
说你擦个猫的边球的小伙伴，现在我这里有可以擦猫的边球。
机会的。
就是比如你跟一个人认识时间久了，然后他如果性格也挺好的，然后平时还一直希望你开心，有这样一个朋友时间久了，你就会觉得他越看越好看，越看越好看。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个憨批，但是认识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好看。我虽然不是第一眼美女，但是我可以是大家越看越好看的那个朋友。谢谢一个走了又想回来的人，谢谢走了又回来的娟娟，谢谢你上阵。时间越久不是越老吗？
要去，感觉摩尔烧都没有那么刺激了，好像都没有那么顶。我给你们听一下，有点区别，这个比摩尔烧要硬，所以就更舒服。对，这是摩尔烧，这是那个我们叫它什么呢，黑油鹰。对，这是黑油鹰。以后你们想听这个就告诉我，这哇我要来个黑油鹰，我想要黑油鹰。是吧，是比摩尔烧感觉要好听一点。我服我服我肯定是的。谢谢营养师山妮，谢谢营养师啊。是吧，是感觉阴点好吧。就我已经很努力的在跳了，但是因为录出来的部分太少，所以就会出现这种画面，所以就不要叫我跳舞了，我真的不太能跳舞。其实我跳的还可以，韵律感也挺不错的，动作幅度也挺放得开的。谢谢沙乌木马的建长，谢谢沙乌，沙乌小可爱，谢谢。
落地早上的半钟，无人声，无人声。你们最近怎么回事啊？那个叫无人声，我又不是那么，我又不是地总。
些是丸子，还有喊我滚去练吉他小王爱。谢谢刘海珠。我快被发现，不至于，不至于。四边带是不让我用，说现在的牌子管得很严的，这种都不能用。现在
剩38吗？我想70后32，我是37、39、42、58、83，你们搁这儿拍拍呢？那行吧，那个风格不适合。说法反正55、108、42、35，反正这样吧，就平均一下，平均一下47岁，对吧？那47岁的人该怎么要？谢谢一丹，谢谢一丹的见证，还差4个。47岁的人要怎么问？这是问大家讨个见证什么的。想想啊，想想，您好，这是老黄瓜的直播间，我们有缘再次相见，希望这个直播间的好人们出入平安，是不是？我不能卖萌的，那肯定情愿卖萌啊！这个才是见长零收益啊！谁会喜欢这种风格嘛？这他妈离谱！谢谢电话的。对，最后还要唱一个《难忘今宵》。you
这种也不对，卖萌一点的，你们又说我太老了，那你们要哪种啊？哎，你们喜欢哪种吗？就那种社会大姐、社会大哥型的，就威逼利诱加恐吓的那种，李逵那种的。我想我研究研究，我多研究几种风格，以后每次攒200个传票的时候，就把每一个风格都来一遍，这样的话就能吸引到不同的人种人群。再次抱歉说错话了，吸引到不同的人群12:30之后我就不说话了，接下来的时间喜欢听声音的小伙伴就可以安静听啊。最后2分钟大家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我收了，收了一点点，终于可以睡觉了。认真的事情，那我就开始我人生了。现在你们戴上耳机，闭上眼睛，深呼吸。深呼吸，等会儿先讲。